来自大台中的哈，各位来宾大家晚安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部落哈，辛苦你们这一路，哇，从台中有的从台北，哦，这样子百里迢迢，不能讲千里迢迢了哈，千里太远，应该是百里迢迢哈，来到我们这个部落。那我们这个部落呢，是新竹县最远的地方哈。那我们这边部落叫做西光部落，也叫镇西堡部落，那也叫司马库斯部落，哇，那么多名字哈。那正常来讲，我们这个是大的镇西堡部落，可是最原始的名称叫司马库斯部落。你们一定会想说，司马库斯啊，是不是共赢哦？共赢的那个司马库斯部落，然后你们在对面的山是不是一样的司马库斯部落？好，我跟各位来宾讲哈，不一样哈，不一样的司马库斯。所谓司师有两种哈，也是刚刚有讲说。那我先介绍我们这边的司马库斯，为什么会叫司马库斯哈？这个司马库斯是泰雅语翻译过来的，它叫司马穆斯。司马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高山立塔加利树。以前我们祖先从南投仁爱乡一直迁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发现这边有很多的高山立塔加利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边命名为司马库斯，这样子汉文这样子翻译过来的。这样子也比较好记哈。为了跟对面的司马库斯区别呢，我们这边也叫大的镇西堡。你们就会想，镇西堡是不是有一个堡呢？跟各位来宾讲，没有哈。这个也是泰雅语翻译过来的，就叫做锦石部。锦石部就是镇西堡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太阳光照射的肥沃之地。就叫做锦石部，锦石部，大家记起来哈。有很多讲说，镇西堡好像有一个堡哈，都跟各位来分享没有。那我先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做瓦希，瓦希，瓦希是树藤的意思，泰山大的那个树藤哈，树藤。那我们这个部落，请问各位来宾。我们这边的部落是哪一族？你们知道吗？泰雅都有做功课的哈。那泰雅族，再请问各位来宾，为什么会叫泰雅族？哇，你猜？别急啊！为什么会叫泰雅族呢？那泰雅族这个呢，是日本人帮我们取的。有人想说，日本人为什么会取泰雅族啊？什么都不取呢？好，我跟你们讲哈，以前日本人要统治我们台湾，最难征服就是我们泰雅族人。我们泰雅族人比较凶悍，你们一定知道有什么雾社事件啦、包含我们这个尖石乡有一个李洞山事件，也是一样非常的壮烈。那我们泰雅族的个性就是比较。刚强，比较顽劣，然后为了什么？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个领土，保护我们这个传统领域，不要让外面的敌人来征服我们。所以呢，日本人就非常的头痛。这个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我们时常听到的，然后你好吗？那你去泰雅族的各个部落，这句话是有通的。如果你去阿美族、排湾族，你跟他讲我们的话的时候，泰雅族话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看着你说你公傻，因为我们的族语不一样，不一样哈。那我就教各位来宾讲我们的问候语，你好吗？好，怎么说呢？注意听啊，你好吗？怎么说？不是吗？你好啊，怎么说？你好哦，这是台语咯，所以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你好吗？怎么说？就是罗嘎苏，罗嘎苏，罗嘎苏吧，罗嘎苏，罗嘎苏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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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你好吗？如果说这个语气这很重要如果说你早上有一点起床气，
还是跟老公老婆有一点争执吵架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假装起来看到我们族人说，有告诉哦，这时候你就要做准备了。做什么准备呢？嘿，就要开始跟你讲说，哦，开始卷袖子说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很强吗，我们来单挑啊，不好的意思啦，哦，所以那不是你好吗咯，要哦，开始来打架咯，所以这个语气很重要哦。你好吗？有告诉啊？有告诉啊？哎，对对对，这是你好吗？那第二句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明天啊，搞不好说，哎，去爬山，还是我们去这边的商店哦，去买农特产品哦，我们一定会讲说谢谢你嘛哈，谢谢你。怎么说呢？哎，我们除了听到这个好，谢谢你哦，发现到你也会讲的时候呢，他会感觉到哦。加钢琴呢，哈，我们也会讲，可是呢，有没有打折我就不知道了哈。那谢谢你怎么说呢？就是马怀鼠，马怀鼠，马怀鼠，啊，马怀鼠，马怀鼠，马怀鼠，啊，这两句话去南投的新义乡，还是去台北的乌来区，还是去宜兰的大同，哎，都有相通的哈。都有相通的。那请问各位来宾，你们明天要去爬我们这个镇西堡的快乐群吗？有来过的举手。哦，有哈，哎，都有来过的嘛哈，啊，没有来过的举左手。啊，都哈。那好，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步道一下。
的古大呀，以你的那吉安达拉，西俄鲁勒留穆萨，卡饶热亚卡萨基，马基瓦拉吉安拉，西克亚努吉亚那那勒吉，拉。
二的时候往左边转，看后面，往左边转，左边转。三的时候往回转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四的时候缩脚，缩脚。哎，这个哦，一定要往左边转。如果你往右边转的时候，会闪到腰。然后我刚刚讲说往左边转，怎么想到说，嘿，不是转对还是转错？好，我跟你们讲，当你看到旁边人的脸的时候，你就是转错了。到底谁转错啊？所以统一往左边转的时候，你看不到旁边人的脸啊。哦，有没有知道？哦，知道哦。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双手见我，轻轻握住我们的耳朵，摆动我们的双臂，来，准备好了，三，嗨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好，不错不错，轻轻的转就好，不要太用力了，哦，太用力真的会闪到腰，我不管哦。因为我们离这边医院两个小时啊，好、哦，来第三个动作，好、哦，以上很简单，来第三个动作，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来牵手一下，牵手一下，来牵手，牵手，来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有没有牵手？有，有牵手，有感触不？没错，好，来来牵手一下，来我们闭一下眼睛，好、哦，好想一下这个牵手的感觉多久没有了？牵手的感觉、哦、尤其是牵到别的女孩子、别的男孩子之后、哦、只有今天晚上而已 哦，明天开始就不能牵了啊！好，眼睛打开，来 ，OK， 我们先踢左脚，再踢右脚，先踢左脚，再踢右脚啊！怎么踢法？来，先踢左脚，旁边踢，二的时候换右脚，三的时候换左脚，换右脚，踢左脚再。
走。来，讲错了哈，行，好，来，不要当我，看马骑哈，来，预备起，哎呦，你双手举抬起来，预备起，来，用力倒，预备来，嘿咻，来，哎呀喂。三裹一裹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来，六十。